那个悠闲的假日，骑着我的小灰哦，往东。要去五里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去跟高雄的朋友会合。今天总共五个人成行，出发去武岭。悠闲的假日，其实有三五个好友愿意一起去骑车，说走就走的朋友，是真的蛮不错的，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吊闸的车，辛苦啦！你骑了两个小时有吧？还是更快？每一次看，每次都觉得屌。你看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最猛车友。再来看看我们家这个小灰，小灰有很多故事。我改天另外做一则视频跟大家说。先骑上去大概多久啊？走六吗？我没收我不知道。目的地是哪里？设一下。目的地就五岭啊。一个小时二十分，我要搜寻什么？接着准备出发，到云林与我们另外两位朋友去碰面。今天天气。就是稍微热了一点。看看这台雷霆 S， 我就知道是老赵的车。老赵，老赵还是老詹的车。你们两个过分啊！你们在那边休息，我们从南部杀上来。我要休息一下，十分钟好不好？看看那台雷霆 S。真猛！我就知道是老詹的车。那台是没有导航功能的啊？那台自己有啊，还有自己那一件。那件不要，那件导航功能，所以等一下给他打。他起床，他不见了。不会，如果是起床不会。好啊，汇合啦！我们现在从首要出发啦。旁边，然后谁骑那绿色的？我以为谁骑那？好了。跟所有的伙伴聚齐后，我们准备出发五里。
也非常感谢我这些朋友不嫌弃我们家，也非然后每个人骑的车都比我还要猛。虽然我没有太好的机车，但是在山林里面穿感觉还是一样。看看这一座又一座的，有时候骑着车骑着骑着真的是看看这一山林间，看看这一座又一座。穿过一座又一座的民宿，坦白说，这边真的就已经很美了。西进五岭我还是第一次，所以说这个路我也是第一次骑。我上一次去五岭的时候，是从穿过一座又一座的民宿。一路的爬升，左边的山峦真的是很美。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小灰非常的吃紧了。真的感觉今天来对时间了，真的感觉今天。虽然说我是第一次西进五里，但是后面的。
只能说，然后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冬天，所以我上山的时候这一段基本上都是雾茫茫的。我只能说今天真的非常非常，整片真的是超美的。看看这壮丽的美景，今天真的是来对了。不过因为今天是假日，所以说真的，停进去啊！那地方停车了，那边呢？Yeah. 老赵没来，真的很可惜。他的待遇。啊？哦哦，今天天气是超级好。对，超级不会冷，真的。我是说天气，现在十几度吧，对不对？海哥，天气我们五个人可能都有拜拜啊。没有，是被杨百万吹成太久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少有。正常来讲都是雾啊，中午过后这边都会起雾。欸，今天真的很值得，我跟你说，这天气真的没有白来啊。对，上来就是水。哎，你真的是有拜拜，绝对。现在拍 video 是。好啦，开心啊，值得啦，就说再累都要上来，怎么样？啊。五岭，跟我回家。还有很长的车程。啊？还有三小时的车程。哇！果不其然，下山一下下就遇到大雾了。雾茫茫的一片啊。好吧，我老实讲真的还蛮危险的，真的是雾茫茫的一片。一个转角，突如其来的大雨。这真的是灾。
只能说影片就到这了，这个雨真的太大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点订阅、按赞并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